爹，吃饭了。爹，兄弟，你去看看爹是不是睡着了。 奶奶，吃饭了。你做的？啊，不敢吃。奶奶，你爹吃了吗？没有，我叫他，他装睡。他跟我说了，他这辈子也不吃饭了，他要把自己饿死。为啥？你还敢问为啥？ 你爹你奶奶在族长那跪了2个时辰才保住你的性命，可你呢？回到家你吃饱了喝足了，你就下海去捞那个孽障的尸首，你还让你爹有脸活吗？啊？你说，你跟那个孽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俩是怎么勾搭成奸的？奶奶，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？哦，嫌我说话难听，那你就给我滚，滚得远远的。 娘，快急了！好孩子，咱明儿不跪了啊！我爹要不原谅我，我夜夜跪。你傻呀？你看不出你爹恨不得你死吗？那我就跪死，一个要跪死，一个要饿死。老太婆，我先死行不行？奶奶，你看啥去？ 我去跳虎头崖。奶奶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江，你也别不吃不喝等死了，你说说。 闺女怎么做，你才能吃东西？就让我去死吧，总比出去让人戳脊梁骨强。爹，您为了我把自己饿死，不值当。我知道自己给您丢人现眼了，我这就跳虎头崖去。我死了，就没人戳您脊梁骨了。 湘月，爹，你给我站住！别死，姐！你个犟驴，你非把秦桂林逼死是不是？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人情的东西？
行，不说话是吧？那我们娘仨一块死去，走。淑妃，淑妃什么？淑妃，爹，您就说吧。只要您吃饭不把自己饿死，您让闺女我做啥都行。淑妃，赵大鲁家不退亲，要不然你爹是真的没法活了。行，爹，我知道了。您先起来吃东西吧。你来干什么？大婶，求您别退婚。你还舔着脸来求我呀？啊！呦呦呦，你个伤风败俗的破烂货，你在我们家门口我都嫌你恶心。求您了，大婶，求您别退婚。你管不管？求您了。干啥呀这是？小月，这大鲁哥，我是来求大婶儿，求他别退我。娘，我都打听了。香月他爹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要把自己饿死。饿死？好啊！我要是生出这样的闺女来，早把自己饿死了。娘，你咋这狠心呢？那香月都知道错了，这都在外边给您跪了一天了。嘿，我让他给我跪了啊？他是什么东西啊？跪在咱家门口都脏了我的地，你让他给我滚！你让他给我滚呢！让他给我滚！娘，你干啥？我想了，我还是喜欢香月，我不嫌弃她，我愿意娶她。你有点出息好不好呀？族长大老爷咋说的呀？他要重赏你，他还要出钱给你娶个最好的清白女人呢。我什么女人都不要，我就要娶香月。再给我说一句。我就要娶香月。好，有种，你不是你娘生的，你气死你娘了啊！好，好，我死了，你俩爱咋着咋着。啊，娘。娘，娘，大婶儿，我凭什么死呀？我行得端，立得正，我死得着吗？赵香月，你赶紧给我滚回你们家去！你要是再来勾引我们家赵大鲁，我就到族长大老爷那去告你！求您了，大婶，你给我闭嘴！你个娼妇、妖精、破烂货，你给我滚！你不能死！我求你了，你千万别死！小月，我去求我娘，我去求我娘，她一定会答应的。小月，就我这一个儿子。
大不了我用我的命救他。这么大更难，儿子不争气，不能给你养老送终了，对不住你。儿子，你别，你，儿子，娘亲，你别干啥事儿啊！你要是不答应我跟萧远的婚事，儿子这就没法子。哎，别，儿子，你要答应，还不行吗？谁让我儿子那么没出息呢？啊，非就看上个赵香月呢。这门婚事儿，我们可以不退。真的，赵大婶儿，香月，快给你婆婆跪下。谢谢大婶。哎，你先别谢，谢也是白谢，话我还没说完呢。不退是不退，可是彩礼呢？我们家就不能给了。哎呀，不要彩礼，我们家不要彩礼了。哎呦，老太太，那光不要彩礼就行了啊？我们家大鲁要娶的是大姑娘，你们家赵香月现在是啥呀？啊，她给别人当过未亡人，那就是寡妇。寡妇要进我们家门，那得陪送。好，陪送。那您说，我们得陪送多少啊？我们家要一条船。啊！啥时候有船了，啥时候赵香月就过门；没船，就别想进我们家。大鲁他娘，我说你这就是……奶奶，别跟人争讲了。谁让我有错在先呢？行，大婶，说好了，一条船。啥时候我家有一条船做陪送，我就过门。爹，起来吃饭吧，婚事说好了。这婚事儿不是都说好了吗？好个屁！他们家让咱们陪送一条船，我就是把这房子都卖了，也不止一条船呢。还是饿死我得了！别，爹，不就是一条船吗？我自己挣家产。你说疯话呢？你一个姑娘家凭啥能挣一条船呢？我在族长家。给大小姐当丫鬟的时候就听说了，现在城里人心知海深，那一斤海参能卖好些钱呢。从明儿起，我就下海捡参。你们知道我在海里能憋气，捡海参不费劲儿，我一定能挣到一条船呢。海参？那玩意儿真值钱，那得捞几年才能换回一条船呢。我也不知道，应该用不了几年吧。奶奶，我还小，在家里多吃几年饭，您不会嫌弃吧？看你说的，月儿啊，女孩子家下海可千万要小心，别让鲨鱼给吃了。我要陪我姐姐去，保护我姐姐。不行，你不能去，你是家里的独苗。好兄弟，快上炕扶爹下来吃饭。
真下海了。那你找到这儿来了？我都跟了你好些天了，见你早出晚归的，我就猜你。都怪我娘，非逼着要什么船。湘远，别管他了，我们私奔吧。大鲁哥，你说啥？我娘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我要是私奔了，我娘指定活不成了。我说的都是气话。我知道你说的是气话，但能在气头上说出这么句话来，我也心领了。湘月，湘月。我去换衣服，你跟着我干啥？你不怕被人撞见，说我们俩私通吗？挺面善的，怎么说急眼就急眼啊？这么好的东西给狗吃不下了吗？你今天特别好看，我要是能继续活下去，我娶你。哎呀，可既然我生活在这片土地上，我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民。现在又来了个小姨，好，我回来替我爹娘报仇啊！你是吴乾坤、赵无胜的帮凶，我就让吴大队长枪毙了他。你，这粥真好喝。里边还有鱼。你干啥？今儿个我是没防备，明儿个我逮着机会，我非给他一斧，让他知道知道爷爷的厉害。别哭了，你放心，我给你收拾。真的。三天，三天，大伙都喝糊涂了。哎呀，这糊了有什么不好？我跟你说，我学过中医，教我的老先生跟我说了，这糊了的粮食就是药，专治胀肚放屁。去你的吧！说啥呢？让你丢尽了，你说你连个饭都做不好，你还能干得了什么？我本来就不是来做饭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是小李广花荣转世，你给我把枪，我百步穿杨，百发百中，指哪儿打哪儿。队长，你不能天天让我做饭呀，我不是那材料。你到底啥时候发我枪啊？枪？啊，你不是有枪吗？这破玩意儿它不会响啊，
我不能拿着它去找吴乾坤、吴江海、赵洪胜报仇啊！你倒还耍起脾气来了，好像我不给你枪似的。我就想问问你，凭啥他们都有枪，就我没有？因为你还没资格有。我告诉你，同志们的枪都是从敌人手里抢过来的，每一条枪上都沾着敌人的鲜血。你说，你有资格拥有吗？我射击训练还没过关就想要真枪，做梦吧你！好了，今天训练到此结束。小心，兵，解散。哎呀！海猫，今天你做饭啊，队长专门让我看着你。你再把饭做糊了，关你禁闭。知道了。不乐意听啊？王大壮同志，你这两天的面相，什么面相？你会看面相？那是。算了，不说了。这才两天，这面相变得这么厉害。哎呀，不是，你把话说清楚，我面相怎么变得厉害了？革命队伍不兴看面相这一套，反正你也不信，我说这干啥？谁说我不信了？我信，你跟我说说。说说说呀，我还得去做饭呢。我帮你做，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？革命同志互相帮助，我帮你做饭，你帮我看看，我这面相怎么变了？行，啊。哎，你倒是接着说啊。这可不能瞎说，我刚才只看出一点苗头来，要想说清楚得细看。爸，你仔细看看。用不着这样，你干这活我也能看清楚。快快糊了糊了，别糊了。真是好东西啊！你说什么？我哪是好东西啊？鼻子。你鼻子真是好东西啊，你之前是个塌鼻梁，这两天挺起来了，是吗？这叫蛟龙要出海呀。啥意思啊？你这面相的变化是大富大贵的预兆，你别看你现在不咋地，将来指定了不得。不，真的啊，我这要出海不得了了。嗯，怎么个不得了法？你们俩嘀咕啥呢？没嘀咕什么。队长放心，今天的饭糊不了，糊了你关我紧闭。晚上细说。瞎婆婆的来路可深了去了，她是鬼谷子的第98代传人，我呢是她老人家的传人，正好是第99代。俗话说，九九归一，传到我这儿，你想，那了不得。我说你怎么算那么准，连我蛟龙要出海你都能算出来？这面相一变，好运气马上就来，在这节骨眼上，你得小心。小心什么呀？我给你算算啊。第一，最忌铁家伙。你说明白点，比如呢？比如你怀里抱着的这个，
你成天抱着铁家伙睡觉，容易把好运气给破了。帮我想个招啊，咋办？你这样，咱俩换，你不就是爱抱着个玩意儿睡觉吗？你抱我这个，你这个呢，我帮你保管几天。等你这蛟龙彻底出了海，运势的大局基本定下来，我再把这铁家伙还给你。哎，哦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拿来！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啊，四猫？怎么了你啊？这小子没憋什么好屁呀，今天在训练场就开始算计我，闹了半天想拿他这破木棍子换我这真枪。你看我像两岁小孩吗？我是在革命队伍里受了三年教育的老战士，跟我来这套，什么蛟龙出海，我鼻子打娘胎里出来就这么挺。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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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！杀！杀！海猫！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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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上头！晚饭之前再回去。是。胜江海，海猫，什么情况？海猫，你要干什么？我的枪，我的枪。
还敢偷我钱！嘿，住手！走！站住！服从命令！给我说清楚，怎么回事？我都来队伍里好几个月了，始终没摸过枪，我就想找一条真枪，好好练练我的射击技术。谁成想他王大壮的枪里压着子弹呢？今晚轮到我站岗，我枪里能不压子弹吗？再说你偷我枪，你还管我压不压子弹？哎，大壮，干什么？这样吧，其他同志都先回去，苏岩和海猫留一下。是。报告政委，这个人还给你，我们红队不要。啊？不要了？是，不能再要了。咱们奎玉山根据地红白明亮四个大队，无论是练兵还是作战，我苏岩带的红队都是这份。自打来了他这么一颗老鼠屎，把这一整锅好粥都给搅和了。再这么下去，我这个大队长真没法再带兵了。这个海猫是您救回来的，我现在就把它还给你。你把它还给我，我怎么安排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海猫，哎，你们队长的话你都听见了，他现在不要你了，我也没办法安排你。当初我劝你到烟台去谋生，可你非要跟着我来根据地，现在后悔了吧？我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这样吧，你回去收拾收拾，随时可以下山。啊，政委，啊不是，哥叔，你别撵我走啊！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我们是革命队伍，我们不行来这套啊！再说，你要求你也别求我，你是你们队长的人，你求他。哎，政委，哎，大队长，我求求你了，别撵我走！海猫，你给我起来！告诉你，你就是说出天花来，我们红队也不要你了。别不要我呀，我生是红队的人，死是红队的鬼，只要你不撵我走，怎么罚我都行。政委，这听见了，人家说了，怎么罚都行。至于怎么个罚法，你这个当队长的做决定吧。苏岩啊，你平时不经常说你带出的兵都是好兵吗？难道你就不想把这个孬货也带上个好兵，给大家做个表率？啊，遇到这么点困难就克服不了了。我今天跟你把话说白了吧，海猫既然进了你们红队，他就是你们红队的人，你这个红队的队长就得给我一管到底，懂吗？还杵着干什么？我说话你没听见啊？带上你的人走。我关你禁闭！关他半拉月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这么无组织、无纪律！见过混蛋，没见过混成这样的，关他禁闭，算轻的。山下发现了保安队的大部队，准是海猫昨晚开枪暴露了营地的位置。马上集合队伍，准备战斗。集合队伍。去！
这里又有两个同志牺牲了，弹药严重不足，要是敌人再猛攻的话，阵地估计就保不住了。我这边也牺牲了一个兄弟，还有两三个受了重伤，撑不住了。咱不能在这硬顶，不然会吃大亏的。放弃营地，集体转移。好，是是。海猫，海猫怎么了？我给海猫关了禁闭，拉在那个根据地了。赤匪的尸首至少值他娘的100块钱大洋。100块啊！别开枪，是我呀。兄弟，你们可来了。你小兔崽子，你叫谁兄弟呢？叫你兄弟是抬举你。嗯，怎么着，你还给脸不要脸了是吧？不是，你谁呀你？我是谁你不认识？不认识。我都被他们抓到这儿好几天了，你们怎么才来啊？等会儿。你他娘的到底是谁呀？你是当官的啊？我你们不认识？你们不认识我怎么打到这儿来了？难道不是我叔叔让你们来救我？你叔叔？你叔叔谁啊？我叔叔你们不认识？给你们提个醒，我叔叔在韩司令身边当差，官儿得往大了行。我叔叔他姓林。嗯，林参谋长。那您是林参谋长的什么人呢？我管他叫叔叔，我当然是他亲侄子了。我叫林家耀。从小是个孤儿，无依无靠，到处流浪。他进了咱们的队伍，就是我们的同志。如果他被敌人杀害了，我们一定不能让他暴尸荒野，要好好的安葬。告诉大家，好好找找。